每一年呢，在屏东公园有不同的有街舞、吉他各种社团，就是鼓励年轻人呢多接触社团，彼此互相交流、成长、学习。那彼此这样呢，能够啊比较散发了一些青春的活力。啊，我们青少年中心社会处的同仁也都沿路在沿途在陪伴。啊，他们也学习在公民参与的自律，一切的活动由他们自行开会，各个学校的代表。啊，他们自行安排。我们也接到很多年轻人，像说有一些练习的空间哈。那因为有一些如果热门的在市区，怕会吵到，那有些比较早，那所以我们会择定在几个公园，就是有一些时间上的规划。